点轻松的日记，准备好行囊就走啊，去吧天涯，还给步伐飞，固定限定我们的冰激起，每一次呼吸的默契不可以世界的美丽，去寻找前方的自己，拥抱着世界的美丽，去寻找前方的自己，拥抱着世界的美丽，去寻找前方的自己。没想着翅膀就太过荆棘，想开始前全都变得积极，就在前方你会遇见更坚强的自己，有些东西翅膀放你再长大飞呀。哎，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拿一本书在这挡着，然后我这只手在这掏呀掏呀，结束了吗？这次期行，很符合你的人物性格。OK OK。